小绿出来吧，小蓝出来吧，小红出来，小黄也出来。孩子们，你们呢？先在这里玩一会儿，妈妈回家去给你们煮饭吃。孩子们，饭做好了，妈妈来接你们回家吃饭。哎，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们怎么都不见了呀？啊，是不是在鳄鱼先生的家里面呢？来，我们先看看鳄鱼先生家里面有没有。哎，这个里面有，沙发下面也没有，看看门这里面也没有。哇，原来小黄在这里呢，来，快到妈妈这里来。小黄找到了，来，再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孩子。凳子下面没有，床下面也没有。哎，这里有个柜子，看看柜子里面有没有。哇，在这里呢，是小绿，小绿，快快快，来，到妈妈这里来。可是还有两个宝宝呢，这两个宝宝去哪里了呀？看看鳄鱼先生的洗澡间里面有没有，哎，浴盆里没有，马桶更不可能有了。再看看这个，哇，原来在这儿呢。来，小红，快到妈妈这里来。哎呀，哎，小黄、小绿、小红都找到了，现在还差一个小蓝。小蓝在这里有没有？厨房，哎，餐桌前面没有。看看这里面，哇，在这儿呢，原来小蓝躲在这里了。来，快到妈妈这里来。走吧，孩子们，妈妈带你们回去吃饭喽。